上可以听到的这首轻松的歌曲《锋芒也》。那么呢，今天晚上呢，来到了玉皇庙之夜，这里呢为大家呈现几首歌曲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。也要祝福呢大家看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，都开心、快乐、愉快。然后呢，也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、心想事成。那唱过了一首《锋芒也》。我们节目的继续呢，来唱一下下一首歌曲。下一首歌曲我们特别叫老师伴奏这个 Obi Cha Cha 的这个节奏，送给你这首《江水向东流》。谢谢朋友，唱过了。哦，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就唱下一首。下一首呢，有缘无分，写了好几天，不同的歌手都写了好几天，但是都没有唱到。那在今天的晚上呢，就来唱一下这首歌，可以唱 Obi Cha Cha 吗？可以哈，老师说可以，我们就马上来哦。Obi Cha Cha， 想你想你，我想你。明晚走心空气，自己明晚
是爱唱
首歌，一首是50年代的这首歌迷小姐，一首是爱神的剑，你们想要听哪一首？爱神的剑，哎呦，你看这里呢有大概有500位观众，有400位都讲说要听爱神的剑，老师我们来安排爱神的剑好不好？是不是 FP？好，来，我们要叉叉的还是要 OP 叉叉的呢？这个是 OP 叉叉的。好，来送上一首《爱神的剑》，一起来欣赏，谢谢。爱神的剑，射射何妨？射杀那少年的心肝手，射那个心。